感謝大家。咁啊，但我估都係攝影高手嚟嘅，都影咗好耐相啊。咁啊，大金堂我哋係冇任何攝影技術，冇任何器材噶嘛，純粹傾攝影嘅。咁啊，其實呢個係一個交流嚟嘅，一個 OK 一個 lecture 咁啊，即係類似我喺大學教書咁樣啊，咁啊，即係都係講嘅啫，我都跟資料講啊嘛。隨便我哋可以傾偈嘅。其實呢堂嘅目的咧係同大家交流，意思係我哋係希望喺個教，即係我講書嘅過程。有啟發你哋可以諗一啲問題，我哋大家傾嘅。咁最重要其實係大家係一齊係諗一啲嘢出嚟，即係使到我希望呢個過程對你哋有啟發，即係對你對攝影嘅諗法會加強或者改變或者有一啲思考嘅目的係咁樣嘅。所以上完呢幾個鐘頭咧，係唔會使到你影相叻啲。提一提先啊！呢樣嘢真係冇辦法，呢樣嘢啊，即係唔會影啲星靚啲啊，影啲景深淺啲啊，係唔會嘅，嗰啲要買器材嘅。OK， 咁傾偈幾先？你呢位先生影幾耐相啊？你玩咗十年八年相。OK， 對攝影有咩睇法？其實你我自己個人睇兩個，我覺得娛樂，一種娛樂。有冇諗過去做個攝影家、藝術家之類？冇打算，完全冇咁打算。其實香港啲人好謙虛嘅，點解咧？我喺國內交流，喺內地交流同香港交流完全兩回事，甚至馬來西亞交流都唔同。我普遍接觸嘅喺無論喺內地或者喺馬來西亞嘅朋友咧，好多人都好希望日後喺攝影上有一番成就。香港就好謙虛嘅，絕大部分都同我講，希望儲下相先啦，玩下啦咁樣。呢樣係好唔同嘅，我覺得其實係最大可能係香港人比較謙虛啲。即係啦，佢哋就會好努力喺攝影上高揾出路，即係呢個分別喺呢一度。其實係 OK， 你上過好多堂啊，知道幾多堂上咗應該上幾多班？我諗四五班。啊，感謝你喜歡聽我講嘢啊，即係 OK 啊。你對攝影有咩睇法？其實對攝影，我當興趣嘅，當興趣都係當興趣。OK， 你在座有冇朋友打算或者已經喺攝影上即係希望做一啲一番成就啊？即係做一啲嘢嘅，唔使謙虛嘅，有呢樣嘢。啊！即係啲老師前批評我，我唔謙虛嘅，真係，因為即係我覺得我想做，我就話俾大家知我想做咯。結果我就做到一啲嘢出嚟咯。嚇、啊，唔緊要噶，有冇啊？你打算點樣啊？我覺得你都係有啲藝術家氣氛喎，即係啊。希望可以即係瞭解多啲，即係又唔係興趣簡單，但係想多即係個世界可以擴闊。明白明白，你玩咗幾耐相啊？攝影其實真係認真玩我。我講咗咁樣十年八年，其實都接觸咗好多㗎啦，其實係你喺你嘅過程咧，你係點去提升你嘅攝影，或者係即係點維持呢個興趣？其實睇多啲人嘅作品，再去睇下人哋嘅評述啦。OK， 又再參考自己嘅作品嘅。OK， 有冇打算搞展覽？我諗爭好遠，爭好遠啊！OK。太謙虛係嘛 ？OK， 後面嗰位朋友咧，你都有啲似藝術家，後面嗰位又係有啲藝術家外形喎。你嗰、那個都似，咁你都你都似，逐個嚟啊。我都係為興趣啫嘛。為興趣，藝術家都由興趣開始嘅，唔會一開始做個職業藝術家嘅。因為我揾食先做藝術家，嗰啲通常唔成功嘅。嚇、啊！你擺咗幾耐相？都係好似之前講啦，幾十年八載。十年八載咁樣。OK， 但係你過去對攝影嘅追求咧，你除咗自己影之外咧，有冇上過一啲認真嘅 course， 或者係睇一啲認真嘅攝影展覽？阿 Min 即係話即係比較高水準嗰啲。都有啊，例如香港攝影節有冇去睇啊？冇啊，就好可惜。唔知幾時。寫呢個稍後要睇下發條片講下香港攝影節先得啊！呢樣要睇睇。OK， 嗰位南山朋友咧，你已經幾耐相啊？十年八年哇，都好犀利啊！呢班完全唔同啊，同我琴日教嗰班呢班個十年八年嘅，全部都好 senior 已經係。你對攝影有咩睇法其實？我之前就係叫翻。生活嘅嘢。OK， 好重要呢樣嘢，攝影由生活開始啊嘛，生活係攝影師。Hello， 隨便坐，可以簽個名可以嚇。Hello， 嚇、啊，隨便坐。傾下偈先，我哋未開始嘅，我哋嚇傾下閒偈先，我哋啊。
但喺啲閒偈之中，我哋得著好多嘢其實。呢十年八年揾到自己條攝影路未啊？所謂，即係舊底我哋有咁嘅諗法啊，揾到自己條攝影路咁樣，即係如果唔係玩到攝影，唔知我噏乜嘅話，攝影咪有路咁樣樣。你揾到自己條攝影路向未？南山位朋友都未啊 ？OK OK OK， 你咧？你揾到自己攝影路未？呢句話都係近幾年啲長輩講。以前冇諗過。咁你達到某個水平先，啲長輩同你講係原來一條路喺前面咁樣 ，OK？ 係啦。咁啊，先生咧，你玩十幾好耐啦，應該係嘛？都係十年到啦。有乜方向啊？攝影對你？我自己主力都係影啲生態嘅。生態嘅 OK。例如咧？例如影下雀啊，影下。OK， 嗰啲都好。好艱苦嘅喎，啊，即係好辛苦啊！啲真係，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嗰啲唔啱我。OK， 呢位先生咧，你玩幾耐相？認真就真係十幾年都係 OK。啊，揾到自己條攝影路未啊？呢幾年都開始考嘅。開始喎，思考呢個問題。死啦！即係其實我哋自尋煩惱㗎。喺攝影一開始係好舒服㗎嘛，好 enjoy 㗎嘛，有咩機玩下機，玩下越影越困擾嘅。咁跟住你要解決啲困擾喎。咁我希望啲堂同我即係。討論一個方向俾大家，即係大家一齊共同揾個方向。OK， 呢位前輩肯定係前輩啦，呢、這個嚇、啊、肯定係前輩，一睇你樣就知啊。你 OK， 你玩咗幾耐相？三十年、四十年？玩啊！即係攝影，我相機啊嘛。嚇！由攝影開始，你第一部相機咩機啊？第一部相機係 M3 Leica。哇啦！所以咧，我永遠問問題咧，就唔會問邊一年開始嘅，問你第一部相機咩機，已經摸到底嘅啦。嗱，第一部 Leica M3， 我哋即刻知道啦。OK， 第一有要求，第二有家底係嘛？OK 嚇 ，OK M3 我記住喎，我哋最叻由 M6 已經唔簡單啦，已經係咪？嚇，好多由 M8.2 啊、M9 開始，哇，嗰啲唔錯噶啦，唔係 M10 啊嘛 ，M3 啊講緊 M3 年代開始，哇，真係犀利啊！你有冇參加任何攝影會啊？當時？嚇！有冇任何攝影會啊參加過啊？香港會啊！我喺美國就 take 咗兩個 course， 一個 basic 嘅 ，OK， 一個就係 graphic design， 即係嗰個叫 course 叫 photographic design，OK， 即係以設計角度 ，OK， 平面設計角度，明白？去睇影相。幾多年代嘅事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哇！犀利真係，嗰陣 Ansel Adams 未死嘅喎。Ansel Adams 係美國啊，嗰位大師未死嘅喎。我唔係根據條路，我冇咁嚴謹，又鬆又。我話俾你知啊，我試過我教嘅 course 咧，有喺咩班咧，我忘記咗先。OK， 數碼黑白 ，sorry， 我有班黑白班曾經有個學員嚟到上堂，佢年紀同你差唔多，我一睇就知佢唔簡單啦。結果話俾我知係喺美國讀攝影嘅，佢就 Ansel Adams 嘅學生嘅學生，讀啲咩？跟住佢應該係。博士學位，啊、即係翻啦博士學位，咁啊 master 讀攝影嘅，哇！你嚟考我，我問佢啊，佢又唔係，佢話因為佢係菲林年代，佢要嚟學數碼年代嘅嘢咁樣，咁啊，終於我哋一個好好交流啊，上個 course 嘅，不過嗰陣啲堂耐啲嘅，即係唔係話而家咁樣兩堂搞掂，嗰陣係上八堂嗰啲嘅，所以我見到佢八個禮拜，佢住喺深圳，咁啊每個禮拜都喺深圳落嚟，我真係太感動了，真係。OK， 咁你咁多年咧，已經其實你自己條攝影路點走其實係？我中意咧就始終係好似我教老師教咧 graphic， 即係我一個 graphic 角度去睇佢，係即係乜嘢都做嘅街市就中意，係但係咧全部都係攞一啲有獨特嘅即係我嘅影響咧就係Andre Curtis， 嗯，我覺得佢即係我行佢嗰條路 ，OK。你見到佢啊，好多都靜物，好簡單嘅嘢睇到個 標題出嚟。OK， 喂，咁你到而家你搞過展覽未啊？梗係冇啦！我以為你梗係有啫，照計應該有嘅。如果你喺大學度關於 design， 你應該都嗰兩科我嚟做公園玩。OK， 即係唔係 degree 嚟嘅。OK， 唔係攞 degree。OK， 咁啊，好開心啦！你由嗰個年代玩到而家。OK， 我想同你請教一樣嘢。你覺得菲林年代嘅攝影同一數碼年代嘅攝影有咩分別？其實係
Hello， 隨便再傾下偈，我哋點傾偈 ？Hello， 我而家先開始數碼嘅。哦，你係知道 ？OK， 我亦唔要求佢嗰啲，我表有嗰種 Sony 嘅。啊 ，A72，我唔買 R， 我唔需要咁多個。明白。OK， 明白。你即係接觸翻攝影係幾時嘅事啊？即係你轉數碼係幾時嘅事啊？你轉數碼。今年嘅。哦 ，OK， 之前都仍然係做緊啊，之前都仍然係做緊啊菲林嘅。哦，幾犀利喎！真係，你有冇黑房啊？屋企自己？以前有玩。O K。但係好多年冇玩。咁呢幾年你點支持你嘅攝影啊？即係你影完相就冇得，好難衝曬喎！呢十幾年。冇啦，我好多年冇玩添。哦，即係停頓咗。咁你最後一部相機係咩機啊？最後部相機。啊，即係眼咩？而家都未賣。啊，唔係，我講係即係最後用緊嘅菲林機係邊部啊？最後啊，應該係FM2 OK， 就到而家啦已經。啊，數碼就未買。買咗啦。買咗啦，買邊只啊？買Sony Alpha 7 2 OK， 咁都一段時間啦，都玩咗兩年啦又係嘛？冇啊，冇 OK， 應該73嚟嘅係咪？賣二手嘛。哦，賣二手 OK， 好抵啊，應該個部機好抵 OK。OK， 唞下氣先啦，可以買有冇買水可以買支水啊？呢度要飲水，好熱咁熱得個教官。OK， 咁咧就我估都嚟齊㗎，24、6、80、12、14都差唔多啦，我哋唔會等啦 OK。嗱，今堂咧我係其實係啊呢個 course 咧係原先咧我同 Nikon 搞嘅。啊！啲廣告時要開個 master class， 我係早幾年幫佢設計咗呢個課程出嚟。咁咧就而家呢個 powerpoint 都係仍然係嗰陣嘅。咁咧就四堂嘅應該係。咁咧我希望兩日講曬，因為我唔想大家嚟四次。因為以前我有課室咧，我就好輕鬆嘅，我啦隨時開都得嘅。而家要租地方，咁如果連續租四個禮拜嘅話咧，就我會好麻煩。咁啊，大家嚟都好麻煩。我盡量將我所有嘅課程咧縮到好短好短咁樣啊。所以琴日上黑白班咧又兩堂上曬。啊，不好啲啊！嗰對上一隻一堂過，你上有冇上黑白班啊？係一堂過定兩堂？兩堂嘅都已經 OK， 都已經係兩堂過。因為試過 cut 到四小時啊，發神經嘅啫。咁啊，終於發覺係唔 work 嘅，要起碼兩堂。OK， 咁啊，今次咧，我希望兩個禮拜兩堂講曬，其實講四堂嘅嘢。咁咧就其實呢個課程咧係四個獨立嘅講座，四個獨立嘅 lecture 去講嘅，係冇乜拉楞嘅就係。但係冇乜拉楞得嚟，有啲拉楞咁樣啦嚇。咁啊就希望今日我可以完成講兩個。咁啊就其實第一個lesson 我會講什麼是攝影嘅，同大家討論下呢樣嘢。其實呢個問題真係好簡單。我曾經我打算讀埋PhD， 我就希望讀埋個論文我先嚟報名嘅。結果我冇報到，但係當時我嘅希望寫嘅題目係 voice photography， 即係什麼是攝影嘅。啊，當然咧，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好簡單的問題最難寫嚇。咁 結果我唔敢報啦嚇，冇讀到啦，已經冇時間啦。咁就不稍後我遲啲難講，我都準備有時間去讀埋個博士嘅。OK， 如果呢個問題問大家，你會點答咧？什麼是攝影？嗱，大家十幾年嘅喺度都啊，呢個先生可能四五十年啊都嚇。咁你哋點解答呢個問題咧？撞啱有朋友問你哋，其實攝影係咩嚟嘅咧？你點答？係好簡單嘅問題啊！可以寫論文我諗啊，可以寫論文。我睇過本書嘅真係，我睇過本書真係討論呢個問題。啊，亦都導致我後屘覺得呢個問題再寫個論文係困難，因為有人寫過已經係啊。點啊？點答呢個問題啊？什麼是攝影？唔緊要啊，其實呢堂我哋係其實係要有高度參與啊。如果唔係你純粹聽嘅話，就會即係好沉悶啊，會係點啊？即刻個問題射入你個腦嗰度，你點答咧？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是攝影？攝影咪影相咯，真係嘅攝影影相，但你仲好多嘢打嘅，其實什麼攝影 ？OK 嗱，咁咧就唔嘥打時間啦嚇，我可能你哋都仍然係喺個腦海中有啲嘢棘住咗嘅話，唔敢講啊，未 warm up。OK， 咁我都嘗試同你大家即係希望可以你哋開始諗呢個問題。咁我就係希望可以討論下攝影嘅本質啊。咁其實咧，攝影咧，我覺得係攝影係唔單止係拍攝咁簡單。我覺得好多人會有個諗法啊，攝影就係影相咯咁樣，所以黑房係咪攝影 ？Photoshop 係咪攝影？啊，即係開始有好多問題嘅真係啊，咁啊搞係啊，你